不用惊讶啊，刘鹤春。为大家带来段西河大鼓，有请。谢谢大家啊，今天呢给您唱一段西河大鼓。刚才是我的师弟纪九霄，是霄字科的。霄字科干什么？九字科的，九字科霄字科占两门。有的朋友说网上评论九霄，九字科霄字科占两门，就是他九霄啊。原先呢他是唱梆子的，河北梆的演员啊。今天唱了一段西河，我呢也给您唱一段，也是首次跟著名的表演艺术家、天津本土的弦师詹姆斯·罗学发先生这是他老人家的英文名字啊，中文名字叫罗学发啊，合作唱一段《隋炀帝下扬州》。
变成一只牛，这只牛落在庄稼人的手，庄稼人们就抱怨愁，牛拉车牛经地，老牛不走，鞭子把他抽，为什么年年要把春打，他的是阳光，他是在给锄头。祭九霄，西河大鼓，太公卖面，这是我们的弦师罗学发，罗老师。看这位贫妇人，她比我还穷。
头上梳着一个蚂蚁卷儿啊，身穿着破褂子，精神不灵，左手拿着那钱一个，右手他端着半拉破茶盅。我有心不卖这一个钱的面，又一想，太上的张儿倒是真情，一文钱腰的白面一两五，不睁眼的贫妇人换不着秤来定，正然是两个人来争秤，耳听得这身背后马跑乱铃。山多少冬，他